就下来。还是按脚步走的。鲨鱼的影片哦，这里啊。这盖台是八家。两年前的影片。一斤条，一斤大就一斤才八包。这三家多长啊？这三地差不多一斤重啊。这后干来卖你八包，你买无来，省来啦。那个，给你开八包、七八、六包面啦，有啥物一斤条省来啦？来啦，五百块的，将三地五百块。江苏人，我就五个人去。我就五个人去。今天东兴市场没有。我就五个人去。我爸的手机看到小文来，你就眼睛为之一亮了。我爸的还四地来，还是六地来三百箱卖，三百个，一地卖你五十块，三十个啦，我算过。手机我又怎么了？三百箱，三百箱来，三百块，哎，安尼啦，像六地啦，我现在都没杯子啦，我所有的杯子都结边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三百块，两百了啦，两百啦，阿条不要借两百块啦，两百块一定够借啦，两百这你老爹买两百块更好啦。哎，赶快！哎，这个少一人过来，十二块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哎呀，够省下来的，还是啊。黑尾鱼很贵吗？看部位，看部位。还有跟看你跟店家熟不熟。两百块。哦，来个两百，先卖两百块。我可以拿到很好的部位，也很漂亮的。两百，两百，是的，我来了。但是产季快过了，产季快过了。来个两百，先卖两百块，够不？无人卖啊吼，哎，当然搁一日啦，你当面仔拢无久无时间，一日将几条啊？哎，搁有人卖回来啊？哎，两百块斤两三来四五六来，搁两百块，两百有无？两百尔，两百无啦吼，两百块有没有？我说了四公分，还是有二十五点八。这里找。这鱼仔上啊，鱼仔等于欠芒草大米沙米粉，无一定叫你爱八百层啊。哦，唔是，大家人拢爱八百层。这话我要穿啊，这只大双的啊，这干阿一米啊，你话你穿啊，一百块啦。后来一米好送，一米好请上来，只有一个人去啦。一百块，你有一百块有人来无？啊，这摆来啦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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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搁上鱼仔，搁上来一百块啦，再过来一百块，一百块就后来一百。我觉得黑尾鱼黄金三角，我觉得太腻，上部位觉得太腻，中部的部位会比较好吃，我比较喜欢吃中部的部位。然后如果拿来煎的话，其实我很喜欢煎血和肉的部分来吃。哎，够两百，要不要？血和肉煎来吃，其实蛮好吃的。哎，鱼仔上买无到啦，一百块就了，哦，一百块就了，一百块了。哎，一百块来，赶紧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呀！哎，鱼仔一百块啦，哦，等于冰的要吃的有来，赶紧来，哎，我一百箱卖一百块，你要一百。啊，那边，哎，一百，赶紧来，最后一个老板靠边是嘛咯？去卖老板，赶紧啊！为着行，为着行，行啊行，遐坐坐，看你看到坐香菇呀，遐遐，遐遐遐坐。
钓一个黑瓦，袂讲今天钓。卖到没有塑胶袋。是啊。看你遐油土，爱看还是干干活？百个，一百块够人爱无？一百块？对。无啊，我无啊，无一摆无，无几箱拢无来。来，即摆拼几箱啊？即、几箱还未透的，先来提来拼。老板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用跑的。等你回来，等客人都走光了。全猪肉。吉哥，我血和肉用奶油煎，然后有上蒜末，但是我不想用酥油，我是用奶油。然后我不是用九层塔，我是用香菜。那个血和肉鱼排这样子煎起来，好香啊！鸡巴呀，我鸡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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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巴多啊！哎，你的问题，敢我的问题哦？怪我嘞！谁叫你不早点到？我好登抓，你想要出来好拍来去？啊！几点开卖？六点半。不会吃部位的话，你就是吃最一般的就好了，只要够新鲜就好。我今天已经买了20袋的袋子给他们了，你们早上有看直播，我开车直播，你们应该有知道。我已经买二十袋来了，你恁阁无搞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我已经买了500块的袋子给他们，还不够用。什么？下巴，鱼下巴。哎呀啦！鱼下巴呢？我的手机啊，摔个。那个是玻璃。对啊，保护。他、为什么不去充电？还没开啊。还叫人去买啊？这台中买的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讲什么物件啊？他要讲啥？我讲。老老的，等下无来，一个人装啥东西？我一样食饱，一个瘦身体还是快，无啦，瘦身体啦。我有节目有追踪吗？啊。一节五百。哇，你们从乌区来那么远啊？彰化，从彰化过来，对。他们是拢有来客啊？有啦，剩几道鹅啊，他们没有几道鹅。像我那个在网络上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嗯。可以先跟你预定吗？现场如果有剩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留。他如果现场都卖完，我就没办法。哦，鸟！像我在网络看到你那个，注意给我跑。我跟你预定，我那个，比如说虾仁有鸟一盒还是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然后晚一点我再过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够了，我也够。尽量不要太晚。我那当然了。OK OK 好。他要寒假的话，没有那么刚好。啊，好。这香鱼嘛。星期五穿雨衣哦，应该还好啦，撑伞就好了。